他栽唱的，我又从他家跑过去了，我害怕呀。不是你激发了他唱歌的欲望啊，没事，他唱过了你就消停了啊。一起来看小伙第一个短片。女嘉宾，看着我这身功夫了吗？给你们当保镖绝对够用。这是我15岁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认识一位绝世高手，拜他为师，以后就是什么都不干，靠他也能吃饭。我乐于唱二人转，没人教，自学成才，而且我觉得吧，我唱的味儿还挺正的。耀耀，管上。虽然我平时靠力气吃饭，但我特别爱看书，而且我看书不白看，我会写诗，而且张口就来。其实呢，我没有什么文化，就是小本毕业，平时呢就爱鼓捣这些东西。但是军哥贼有才。我老家是九台喀伦的，老家有9亩地，我15岁就出来打工了，我啥都干过。现在我在一家材料公司卖沙子水泥，一个月保底4000块钱进账，还不算干别的挣的。我平时住单位宿舍，一个月零花钱有200块钱就足够用了。我的口号是，甭管大钱小钱，只要不犯法，啥钱都挣。就算再苦再难，但凡能节省，一分不花，军哥贼会过。